总统现在还会相信林智坚的论文没有抄袭吗？那因为副总统在败选检讨有主动提到抄袭这件事情是败选的因素之一，那这个部分总统认同吗？总统会不会为这件事情来跟国人甚至是学术界道歉？谢谢。这件事情哦，相关的人已经在进行，有的是诉讼，有的是救济诉愿，那我们就让救济跟诉愿来替我们这整个社会解答这个问题吧。